第一个的，人呢？你是第一个来的。是，有什么奖励吗？请问。加油！口头表扬。口头表扬。你真棒！今天你最期待哪个游戏？最期待哪个游戏啊？就期待那个圆台的那个。哦，你觉得你能战胜谁？我觉得我能战胜第一个。<笑>最大的对手是谁？最大的对手，何老师。 因为那个其实还蛮靠核心力量，何老师的核心力量非常强。Hello， 阿芝你到了？对，别想，有任务，有任务，小心哦！你就怕那么躲哪儿吓人？那个是晚上的环节。<笑>是晚上有吓人环节。哇，哇，何老师感觉刚骑行来了，骑车来的。何老师是，不信你们看。啦啦啦，哇！ 来了来了，哟哟哟！哦，嗨，走过了。Hello， 何老师，说你骑车来的感觉。没有呀，我想骑车来的，但我没有来过这儿，我觉得这里好漂亮啊，一哥。Hello， 我终于开始跟你一起录户外的节目了，<笑>难得出来一下。素的，好开心啊。不会有特别任务安排吧？好像没有吧。 我的那个导演跟我说的特别简单，说什么时候您出发呢？什么时候出发？电瓶车什么时候到了，你就什么时候出发。其实车辆的数量有限啊，<笑>来回只有那几辆。是，就是我感觉总共几辆车，但他们的对讲机一直在讲话，你知道吗？<笑>这个录结完之后去那个接何老师，接完何老师去那边接第一个。那。一会儿我们来一个人，我们猜他坐哪儿好不好？好，肯定是顺着坐。 哎，我们要不要逗逗他们？我们站在那里面，然后来的人就说先要等人骑了才可以去坐。哎呦，等下一个人来。雪琴马上到。来了吗？谁马上到？雪琴。雪琴太聪明了，骗不了。雪琴算了。很有可能是我们三很尴尬。雪琴太聪明了，骗不了。那雪琴肯定坐那儿，我信。你猜他坐那个位置是吗？对，就是这边格格的第三个。我觉得他应该顺着坐吧。来了吗？来了吗？ 哇，长发美女，好漂亮啊！嗨，你这头发是接的哈？当然是接的了。好好看啊，好好看，快坐，快坐。我应该坐在哪里？自己找啊。坐你随便坐，随便坐。从边上照吧。从边上照吧。我坐。<笑>干嘛？离我们那么远啊？太远了吧？没有，我在这坐这儿吧。哎呀！哎呀，我真是。 我还说你肯定顺着就坐了，怎么可能？猜半天，来了，谁来了？小丁吗？那肯定会挨着雪琴坐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。哟，弟弟，弟弟来了！哟 ，This is my house。穿的倒真厚啊，我的天哪，不热吗？请坐，快坐，快坐，为了造型，我坐哪？坐你旁边。 坐我旁边嘛，对你就应该坐我旁边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。哎，猜老秦坐哪？猜老秦坐哪？我猜雪琴旁边。我觉得坐雪琴旁边。哈，哟哟哟！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？这是什么？不，他怎么大家都这么比的吗？你没见嘛，对不对？没见，上一届跨年的时候。一见没见着。 哎，老弟们！哎，老弟们！啊，想死我了！哎呀妈！<笑>
你有没有发现他看到你没有那么的热情，是因为你上次没有把免罚卡寄给他，难过了很久。还有这事儿，难过了非常的久。还有这事儿呢，我都没放在心上。你都没放在心上。哎呀，你看看。啊，他觉得你不会坐在这儿，他觉得你应该会挨着雪琴坐。也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是在点你，这时候已经不用再做选择了。我就说嘛。最其实最奇怪的就是你，我们就应该顺着说哟，弟弟。哇哦！哎妈呀！说哟，弟弟。呀！哇哦！哇，这衣服好看。边儿。还剩一个大哥。还剩大哥就全员集齐。你是今天才飞过来的是吗？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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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打是没给我时间画，但是你不很好哎，素颜素颜真能打，对 ，cool。早知道我也不化妆了。啥？你就直接来哈。对啊，我们都是素颜来的。你是素颜，素颜吗？开始本来我们仨在这坐着的时候，我们准备站到那个里面，下面一个人来说，我们应该先站在那，等人齐了再依次入座。结果就本来正要行动的时候，说下一个是谁？说下一个是雪琴。算了，骗不了一点。雪琴太聪明了，骗不了一点，他一定会冷笑着坐下的。对，我会的。现在瘦的呀，哎呀，瘦了，哎呀，啊，这不是我其实还比前一阵还胖了点，你只是太久没有见到我了，真是瘦，前一阵特别瘦。大锅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什么都挺好，就是晒又热又晒。啊哇，这里面凉快。大哥欢迎你，快来我们这里。大哥大哥欢迎你。大哥请坐。大哥请坐，咱们直接开坡还是先玩？啊，先坡一波也行。行，直接来啊，也行。欢迎我们好六的家人们，今天全员到齐。要恭喜了，欢迎各位来到一号星期六，精彩看不够。我们今天啊，精心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好六赛鹅盛典。接下来大家都要给自己的大鹅取一个字数不超过六个字，含有鹅这个字的名字。开始之后，大家就喊数字，然后站起。同时站起的人要立马喊出对方大鹅的名字，说迟的人就淘汰。最终这个淘汰的顺序就决定了待会儿我们选大鹅的顺序。雪琴先吗？不是还有个小名吗？不是说这个名就是游戏用吗？那你叫啥？你叫啥？我叫额娘还是错了。额娘还是错了，这太好记了。好记。一会儿我宁愿输也行。哦。叫老秦的好大鹅。哎呦，一个娘啊，一个爸呀、啊，我天哪！想一个吗？想想啊，勒布朗詹姆鹅。勒布朗詹姆鹅。嗯，一个呢？阿坝州美长鹅。哇，阿坝州美长鹅。美长鹅，好好听的名字。阿坝州美长鹅。来，小丁。我叫曲项向天歌鹅。曲项向天歌。曲项向天歌鹅。鹅娘孩儿。是额娘孩儿错了，还是额娘孙孩儿错了？没有错。额娘孩儿错了。没关系。额娘孩儿错了。这个占便宜。好啊。我再确认一下，这个名儿一会儿分配到我们的鹅的时候会换吗？我总不能对着我的鹅叫额娘。太好。我能换一个吗？我怕跟何老师抢一个，我不敢。刚把你记住了，额娘孩儿错了。把你记住。不行，你不会跟我抢的。额娘孩儿错了。谁？大哥叫啥？我想想啊，那有个绕口令，有个绕口令。绕口令。绕口令。什么什么鹅？你们一直鹅。鹅就我吃鹅蛋，我变鹅。一定要这样说吗？我吃鹅蛋，我变鹅，这样说吗？要。对，吃鹅蛋，鹅变鹅。
吃鹅蛋鹅变，哎，多了一个字。多了。对，这是七个字。吃吃鹅蛋鹅变鹅。哦，那没我对。吃鹅蛋鹅变鹅。你赢了。你赢了，大哥。大哥你赢了。我叫。挪鹅蛇惹壳鹅。啊！老师赢了。啥？老师赢了，你赢了，你也赢了。何老师，你不用玩了，这个游戏你宣布直接获胜。就是你挪了鹅的舌头，惹得它咳嗽了的那只鹅。挪鹅蛇惹壳鹅。挪鹅蛇惹壳鹅。我叫里约热内卢鹅。你的呢呢，你的呢呢太多了，四川人难受。来来来，弟弟来一个，弟弟来一个，来。什么来？什么叫？里约热内卢鹅。里约热内卢鹅。哎，来加速来。你里约热内卢鹅。里约热内卢鹅。那那大哥那个我们。大哥，里约热内卢鹅。里约热内卢鹅。里约热内卢鹅。你叫啥来着？谁叫向天哥哥？对，这么简单吗？来，开始了。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，来，等会儿。哎，他不敢三。他不敢三。招生的课。啊，招生的课。乐什么母？詹母鹅。鹅鹅蛇惹壳鹅。啊，我那么优秀的名字。弟弟，这个真的不知道是个什么，完全忘了。乐布朗，来，何老师可以喊开始，你是不是已经淘汰了？我知道这件事情了，你不要再强调了。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这个阿坝州美嫦娥，不要再讲我。你这个阿坝州美嫦娥，他是阿坝州美嫦娥。这个何老师没事，开始，开始，一，二，什么？我寻到我那鹅，鹅娘还是错了。我寻到我那鹅，谁？那个雪晴快一点点，对他快一点。雪晴快一点点，你喊了我什么？我寻到我大鹅吗？好嘞，预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鹅娘我错了，鹅娘我错了，鹅娘我错了，我叫鹅娘还是错了？鹅娘还是错，乐布朗詹姆斯还是错了。但是我同意了，我原谅你了。虽然你没有，他是不是没讲出你的？他比我慢。他比你慢吗？但我讲错了。哦，那你淘汰了。淘汰了。还是什么？还是额娘？还是错了。还是错了。对。哦、他丢了人家，他喊的是四。开始。一、二。一。二三四，等一下，站起来的是不是应该？刚刚弟弟站起来，二，刚准备喊一，马上改口。再重来一遍，预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那个什么四，我淘汰了。不是直接葡萄，我感觉应该有人两个人会喊到一起，你想混到最后哈。对，好的，好的嘞。啊，是我们四个。还有哪四个？咱们四个。你是啥来着？我不告诉你。这只能喊到二了啊。开始，一、二。阿坝州美嫦娥。阿坝州美嫦娥。鹅娘。鹅娘确实快，鹅娘确实快。那你这抢一了呀？抢一啊！开始，一、二。那个吃鹅蛋和这个蛇，吃鹅蛋和吃鹅，这个蛇。没，你这不对，吃鹅蛋和吃鹅。不对。鹅蛋鹅吃鹅。那个你是那个什么来着？啊。他想不起来，都不对。慢慢说，慢慢继续，继续，都不对。东北铁锅炖不是？东北铁锅炖，东北铁锅炖大饼。鹅变鹅，不对，也不对哈。鹅变鹅，哎，不是，对了啊，你自己啥名还忘了吗？我是鹅呀，我知道你是鹅，是鹅蛋鹅变鹅，
你不记不住我的？许向向天歌鹅。哎呦我天，最简单的一个。这么简单？只要你太早说了，完全已经。那个听好了，全体都有啊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跟我走啊，我们一起去好六七了啊。出发了，出发了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很干净。好六七，好六啊，六七，好六七，好六七。住西哎，住到西里面去哎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好六西。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热身游戏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每个人呢将会拿到一个锦囊，锦囊里面呢有两种颜色的石头，一个是黑色，一个是白色。其中有两个是黑色的石头，抽到黑色石头的人呢，就是贪吃者。他需要在一分钟以内吃掉除自己盘子里面以外的任何一个人的食物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们的惩罚就是被滋一下，所有人滋这一，只滋这俩人啊。但那俩人也可以滋所有人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好吧。来吧，来吧。好，下面来发锦囊，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你锦囊里是什么石头。发呀。没事，我没化妆。肯定是你了，那里面都反黑了都。现在就要蒙上眼罩了，对吗？是的，大家可以准备好眼罩。弟弟迫不及待了哈，迫不及待了，不要在那儿栽赃我。天黑请闭眼，请大家戴好眼罩。哎，以后如嗨六请妆发都多余。真的，哎呀，这么快。好，请拿到黑色石头的两位摘下眼罩，相互确认。谁摘眼罩啊？人请尊严。来，这会儿没说话的有嫌疑。来来来来。哇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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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呀呀！行动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来报数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四五，有动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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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抓贼，杨迪，你不要碰我，什么我碰你？哎，杨迪碰到我了，王鹤棣，小心啊，王鹤棣有嫌疑啊，王鹤棣。哎，谁在吃东西？我没吃。行，知道你玩坏我了。好，我们倒计时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。说话呀，说着呢，说着呢吗？哎，吃完了，我吃东西呢。二、一，好，大家可以摘下眼罩。我安全。我瞧瞧。我也安全。不好吃这玩意儿。不好吃。安全。我也安全。安全，血型都没了，我的瓜呢？还有谁？我的瓜呢？我的瓜呢？是，谁的没了？迪哥和血型的，这太不干净。那我俩肯定不是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的瓜没了。吃瓜群众，你看我干啥呀？吃瓜群众。我俩的瓜被吃了，我俩肯定不是了。你可以吃迪哥的，迪哥可以吃你的，那不玩赖了吗？那不相当于自己吃自己的吗？没有，互相吃可以吧？那不就自己吃自己的？应该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的游戏规则是只要不吃自己的就可以，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。所以我是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吃自己的那个。No， 不能吃自己的啊，不能吃自己的。你可能干得出来这种事儿？我没吃，不让吃自己的，我也没吃瓜，对吧？迪哥，我听到这个东西被掀开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当一声，他自己掀，他这样，迪哥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我的盖子被掀开了！哎呀，我的盖子被掀开了！我这边反正，迪哥，你感觉弟弟有起身吗？王鹤棣好像身一直在我左边，他没动过。那就是大哥。王鹤棣吃你的瓜，还需要起身吗？大哥吃了迪哥的，老秦吃了雪琴的，对，绝对是。
对，绝对是。老秦动了哈，老秦动了哈。不对，大哥吃了迪哥的，那个弟弟吃了那个雪芹的。啊？你真的好呀，是你。主要是丁一直泼我泼水泼得太真着了，每次都泼到我这儿。You what？ 我泼的吗？你泼的。你一直说，秦哥，你一直在这泼我。是你在泼我，你在拍我。也有人在泼我，也有人在泼我。我们俩摘开了之后，你还在泼呢？废话，你泼我不泼你？所以没离开过座位，该不会他俩互相打掩护吧？有可能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他们俩的意思是，他们一直在玩泼水游戏，没有吃瓜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我就是一个牺牲品。好复杂呀，这个游戏。我投秦霄贤和那个丁程鑫。啊？没有没有大哥吗？你看他的样。那个大哥是不是你嘛？不是我。你觉得是谁？迪哥自己吃的。迪哥自己吃的。啊？那就是你。那就是你。啊？你哪怕踩一下王鹤棣都行，不可能是迪哥。我这么清白，你都踩我？你又挂卧底相了，你就你。哎。又藏不住了，就你，你的脸，你的脸我已经看出，你看他脸，你看他脸，我太难了，就猜吧，是大哥和谁吧？来，谭健次和谁？秦哥，秦哥，小丁会不会呢？大哥丁程鑫和秦霄贤，我们仨人啊，只能投俩人。真不是我，我投秦霄贤和丁程鑫，我冤枉啊！大哥和丁程，到底是啊，我投何老师，你这个投何老师？哎，对，为什么没人怀疑何老师呢？哎，对，为什么没人怀疑何老师？对呀、啊，你这话突然你得好好跟我说一下，何老师好像一直在这说话呢，没动过。对呀、啊，说话也可以动啊。对呀、啊。我也一直在说话呀，我也一直在说话，就你一直没说话，有一段时间你一直叫我吗？你一直含含糊糊的，我还含含糊糊的，不不不不。而且当的那事儿出来以后，何老师反应是那种，是，对，我绝对是旁观者的，绝对不可能是当事人。是谁踩的我刚才？大哥又踩你，大哥丁程鑫。呀，我投，你看没事的人现在都在玩的时候，丁程鑫和王鹤棣。啊！自己队友都要投啊！嗯，投一个。你，我投大哥和小丁。我要接受审判吧？怎么会是我呀？我一直在说话呀。然后我喊三二一之后，刚刚的贪吃者就可以站起来。被投正确的，大家可以都滋他。不用，嘉鹏哥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啊。先让弟弟把他自己石头拿出来。好，如果是白的就不滋他，如果是黑的就可以滋他嘛，对吧？对对对。那你要站到那儿去拿，你得站这儿。来，那我准备好了。来，准备。我不管他们是不是，就先滋，好吧？来，你不能现在剪啊，直接拿出来啊，不能换啊。什么？是白的就滋是吧？是黑的就滋。是黑的就滋。投六投。不管是不是都滋。准备，三，一拉满，一拉满，一枪枪枪枪。You what？ 枪枪枪枪。哦，看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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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啊，白色的，白色的，哎呀，阴影，刚才是阴影，哎呀，是光线的阴影呀，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在那呀？爸爸，小丁是不是可以在那儿撕我们一下？对。可以可以，来吧来吧来吧，每个人自己上。你可以扫射，不，你扫射。我给你两把，弟弟，我给你两把，一起打。
你两把这样在胸口这样抵着扫着。来，准备，不能躲了，挨打要立正啊！不是，我刚刚喝进去了，这么爱张嘴巴啊！我喝进去了。好，下一位验证者大哥，请带上你的锦囊来到我们的前面，来吧，来吧，准备好了没？哎，大哥自己还拿一炮，大哥要反击，我怕你们不守规矩，别怕，我们会的。我都已经看见了，是吗？来吧，等一下，如果我是白的，他们也是自我，我也可以自他们是吧？是是。其实你是白的，我们不应该刺你的，但是我们很容易看错。我们不会，我们刚才是不小心。那如果我是黑的，我就可以刺他们是吧？什么？如果你是黑的，你就不能刺我们？大哥，如果你是黑的，你就赶紧逃命吧。来，准备。不往脸上刺啊！啊，不往脸上刺。哎哎哎！哎哎哎！三二。一四二四二，主要是你已经又是挂卧底脸了。大哥，你怎么又是卧底啊？哇，那卧底还有谁啊？哎，我们让现在大哥吸一管水，然后呲一下他的队友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对，因为他队友没有保护好他。哎，可以，把你的队友呲出来。不是，我不是，我真不。哎，呲一下队友。来，我要呲队友啊！对，一下。老秦好慌张啊！老秦好慌张啊！来吧，干什么？干嘛？呲你啊！为什么呲我呀？你吃的呀。我湿的，哎，我们是不是被带沟里了？我请问一下我们的队友。你等会儿，你不是黑的吗？你直接吃，你吃那我们打哪？直接吃你的队友。但我们不能吃你的队友，你的队友可以吃所有人，因为他成功逃脱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对对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啊，这样啊，嗯，我们不能吃他啊。只有我能吃我的队友。对对，因为他没有保护好你。然后我的队友吃所有人。对。啊，来，一，二。啊！就是他，啊！就是他，啊！请拿到黑色石头的两位相互确认。秦哥说点话呀！哇！哎，这怎么可以抓紧时间行动？哎，我这边有声音啊！谁呀、啊？喂，哎，你怎么手在动啊？哎呦，哎，什么？哎，秦哥一直在划拉水。果然是老秦，不相信我。你俩请坐。是的，你俩去的挺远的。呜呼呼呼呼，果然是你俩。我们去泳池玩吧，好不好？走走走。恒温泳池，我们答题的规则就是，我们现场互动分为两轮，每轮四人出战，一个人作为答题人，其他三位成员猜测答题人的答案，答题人要在其他三位队员中选择一位同时揭示答案，如果答案一致，则两人各积一分，另外两队队友接受落水惩罚，不一致则两人接受落水惩罚。我们答题的规则，来吧，好，我们开始第一轮。答题者是迪哥，啊，我答题。哦，迪哥，迪哥的心思你别猜。嗯，猜猜我的想法。来，迪哥，请听题，请问你遇到外星人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写的都是自己遇到外星人会怎么样。对对对对对。你们要想迪哥会怎么样？遇到外星人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什么玩意儿？遇到外星人？跟他说话呀，让他传授我一个超级技能。我遇到外星人，我最好不要搞笑哈，不要剑走偏锋。
见着外星人第一件事跑啊。对啊，那肯定是跑啊。我要成为朋友啊。第三类接触很危险的。迪哥你选谁？迪哥写完了吗？啊，还没，你们都写了。迪哥如果选的那个人跟他一样，那我们就拽剩下两个人。那不可能一样了，我准备好了，迪哥。但我这个太难了。如果是迪哥的话，我觉得他会拉着外星人去录综艺，拉着外星人去录综艺上节目。我觉得他迪哥会第一时间跟外星人一起拍一个短视频，拍一个短视频。真的很想拍视频，算了，不改了。哇哇哇哇，好精彩，好精彩！哇，嗯，哇哇，这个答案。好。请迪哥选择一位你认为跟你答案一致的成员。我看一下啊，发现无人可选。小丁可能有点，算了，我选个稳一点的吧。大哥写了哈，很快就作答了，第一秒就写完了。第一秒，你们不会作弊在那儿就说小话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我写的时候他没写呢。第一秒，那我这个字儿都不，第一秒都写不完，我这个字儿。我选吴泽林好了。好，你怎么能选得到我妹子的事儿？我一句话没说，怎么？耶！我准备好了，迪哥。完蛋了！我也准备好了。好，这样，我们先看一下大哥和弟弟的答案。好，先看大哥和弟弟的。不会有吧？拍照。拍照，救命快跑，救命快跑，不对，不对呀、啊、好，再请迪哥和泽林展示自己的答案。撞死了，是遇到外星人，不是遇见熊。迪哥装死是装死，逃跑是逃跑，就是他这是另外一种，这是另外一种跑法嘛，往下跑。装死是装死，逃跑是逃跑，这么严谨的哈。好的，来，都出来是吧？是吧？啊，我紧张。只有迪哥和泽林接受惩罚。对，啊，没你们的事儿、啊，没我们的事儿。我不会游泳哈。对你快捏鼻子吧，把你鼻子捏住。三，这哇太恐怖了，尤其是不知道下去会什么样。救一下迪哥。好的。来，都准备好了啊！对，把鼻子捏住就行。等一下，捏不住，鼻子太大了，好滑，我游，好游，鼻子好游。你粘倒计时啊！二一，三二一，走！哎呀，鼻子好游，干什么的？三二一，走！三二一，走！三二一，走！鼻子好油，还好啊。捏住鼻子真没事。狂了，血之狂了。不是我，有后面有三个人拉你。就你那扒着我能拉动你吗？我说啊，我说行，真的。所以小丁跟那个泽林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逃跑。是的。有什么用呢？我觉得可以把小丁拉下来庆祝一下。没有没有，开玩笑开玩笑。下面是谁啊？下面谁啊？好，该泽林的题了。吴泽林，请答题。吴泽林的题目，请问你觉得好六团中谁最喜欢发朋友圈？大家都知道啊。嗯，都知道。都知道。嗯。我也就看他，你吗？我应该是我吧，那就是你们都不发朋友圈，我嘎嘎发。他都知道。嗯，哎，不对，你指的都知道是怎么个知道法啊？这个题好容易吧？这个，我绝对知道，就是都知道。啊？都知道吧？主要是吴泽林没有一秒的犹豫，知道吧？这个人毫无犹豫。有标准答案。这个有标准答案的，如果这个答案证明好六团私下根本没有微信，这个是有标准答案的，是那个真实的啊，真实还是说真实的，真实的，
毫无犹豫啊，就写上去了。真实的啊，真实的，真实的。来，请择你选择你认为跟你一致的人。迪哥。太过分了。这是存在一个标准答案的。迪哥，我们先看这两位，我估计他俩也对，真的。哎，我们要是有人的答案不一样，也下去可以不？真该下去那个人，对。对，就是一起亮呗。我们四个一起亮可以吗？可以，四个一起亮。这么自信吗？绝对是他呀！来，三二一。哼。对吗？雨雪琴。哇，全员一致。耶、果然，这个是有标准答案的。这种有标准答案的。这不得把分加满呢？都没想到吧？这种要全部拉下来庆祝一下，好不好？全部拉下来庆祝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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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庆祝一下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哎呀，等会儿，这也拉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你也别的吧，迪哥。等一下，全部拉下来庆祝一下。三二一，走！太默契了，耶！三二一。起来来吧，点救大哥，火星，我把大哥拽过来呀！哎，你别动我，你放松，我把你拽着走试试。哎，这个好玩哎，这个好玩哎，给拉着他游，一直在玩的开心。来吧来吧，好，请大家听何老师的题目。来吧，我觉得我大概率会选雪琴。哎呦，那我要准备好了。好，请听题。何老师，请问如果你要在好乐团中选一个人去荒岛，你会选谁？那这不就是不在场的行吗？就是好乐团的就行吗？是，这不就是刚才答案，这不是呼之欲出吗？雪琴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不知道，你不说你选我吗？不能改啊！不能改，不能改，不能改。你是这个意思吗？呼之欲出，你是这个意思吗？不再赖了，不能改了，不能改了，就这么着了啊！好，不能改了，不能改了。这啥呀？不能改了。不会吧？啊，走这路子哈。好，请何老师选择你认为跟你答案一致的上面。请问何老师想送谁下水？谁要跟你下去的？弟弟。好的，那我们先看雪琴和老秦的答案。你不说选我吗？好，来，老秦选的是文俊。荒岛为什么要选你？你刚刚说呼之欲出，你写大哥呀？刚才不是说大哥吗？呼之欲出就大哥。弟弟，你选的谁啊？哎呀！我建议大家一起下来庆祝一下。不是，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，咱们刚刚不在那商量好了吗？选文静吗？不是。这种写人名的你咋整啊？写人名那个吗？写人名那个，像比如说这里应该有人会有默契，写蔡文静吧。全走，我也觉得，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吧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寻思何老师说我这把选你，我说那不就我吗？我选你，我是说你能懂我。我是觉得我的面应该挺大的。哎，来吧，来，一分没拿。好。三二一，走。捕鱼了，捕鱼了。
能翘嘴了。对，结束了是吧？你好，星期六，精彩伴葫芦。